君是个非常适合溜肩馆的角色，原因不只是他有一把信号枪，关键他对新手也是很好的选择。空军移动速度比一般女求生者快，板窗交互速度增加30%，飞天速度很慢，所以适合不仅高端局，低端局也可以用。空军主要是救人，溜肩馆保护队友安心休机也是任务之一。毕竟要是有一个队友倒了，空军的负面 buff 可以让空军修不起来机，进度慢得要死。溜肩馆靠自己的技术，最好利用的就是墙区。我们这场对局是黑杰克的竞技模式，监管者只要打求生者一刀，求生者就会倒。玩空军想要溜鬼很简单，首先在游戏中玩家要多转动视角，注意身位和监管者的红光提示，当看到红光的时候直接下巴，玩家身位不够的时候直接交枪拉开身位即可。总之玩家想要溜鬼就要多拉动视角，注意身位，枪不要随便交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溜鬼了。红蝶被溜到心累了，换了约瑟夫其实也一样，溜约瑟夫时要小心，约瑟夫的刀比红蝶长得多，所以一定要拉开距离。换我变监管者了，噩梦在黑杰克模式下抓人是很舒服的，定位一刀求生者就到。
最后我们两个人并列拿了第一。黑杰克模式的禁忌就是有这么多的魔幻结果。两只乌龟，两只乌龟跑得快，跑得快，鼻子没有龟壳，还带着兔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